十六，子曰：“不曰如之何？如之何者？子吾莫。曰：‘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’十七，十七，子曰：‘群。群居终日，言不及矣。好行小会，难以哉。’十八，子曰。”君子君义子义以行之，为直，为礼，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，信，信以成之。君举。子哉！十九，子曰：君君子义病，其病矣。病无能焉。病无能不病。不病人之已知也。十二二十，十，子曰：君君子子义，极。其莫世而民不称焉。二一，子曰：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